你们对我们的新系列感到兴奋吗？是的，是关于鞋子的，不是关于鞋子。但我觉得这很好的描述了我正在讲的这个新的系列，正如屏幕上所显示的，叫做 legit，真实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legit 这个词是 legitimate 的缩写、简写，但是显然，比我更年轻的时代。现在显然常用这个词，基本上其含义是真的，说真的。你们知道，当谈到某件事情，你觉得或者你认为，比方说再过一会儿，你们中许多人就会真的饿了。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它也有真实的这个意思。你们注意到我们的副标题说 "Get real, get"。Break free，要真实的自由。我想，这只是耶稣在2000年前讲过的话，在21世纪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他说了什么？讲了很多事情。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新系列 "Legit"，要真实的自由，锚定在耶稣很久以前所讲的话上。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，他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现在很多人都熟悉这句话：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来自圣经，来自耶稣亲口讲的话。但是我想让你们注意耶稣那天讲话的次序。他是在向那些基本上已经相信他的人讲话，所以这信息是今天早上给我们所有人的，但也是给这世界上其他人的。他们也需要信耶稣，但他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，意思是如果你们遵守，如果你们保持，如果你们亲自去践行、去应用，如果你们拥护我的话，我的真理、我的教导，他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”现在通常我们会说，我们得先知道，然后才能去应用。但是耶稣在说，当你去运用它，你就会知道。意思是说，你们会经历到我所告诉你们的事。我们今天学的新词是什么？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的。当你知道，当你去拥护，当你接纳，当你活出我的真理，真理就会你们使你们得以自由。几年以前，有一篇报道，很多新闻都在报道一位年轻的女士，名字叫 Lisette Calvario。这照片来自纽约邮报《纽约邮报》，《纽约邮报》中关于她的这篇报道题目叫做《我对 Instagram 网红身份的追求让我陷入财务困境》，Lisette。Calvario 的故事非常简单，他的薪水很有限，但他想要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粉丝，所以他会买他消费不起的衣服和饰品，然后他自拍发到网上，然后他会旅行，这 他负担不起的，他会在1年时间里每个月都旅行，这样他就能够有好看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并且足够真实。他确实有一些粉丝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债务累积到了1万美元以上。他在花他没有的钱，于是他恢复了理性，一直到他必须做些事情来偿还债务，并停止他所做的事情。实际上，他成功的扭转了这个困境。他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能够清偿他的债务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人们得知他所学到的功课，关于。你们知道，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怎样摆脱债务？他的粉丝数量实际上比以往更多。但是你们自己想想，你们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例子都达到了这位年轻女士所做的程度，以及她所学到的教训。但是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人们甚至想要做这样的事情？想要被人接受、被人羡慕、被人重视？被人欣赏，好，有一件事是，
人们真的都在追求的真正的幸福。我们现在习惯这词了吗？人们想要真正的幸福。我能否问你们，你们想要真正的幸福吗？这会场里面有多少人想要真正的幸福？我在寻找不想举手的某个人。我想要真正的幸福，真的幸福，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。你们是否知道上帝想要你们真的幸福？他真的是这样，他想要你知道真相。就在上周，世界再次感到震惊，不止一位，而且有两位社会名流自杀了，对吧？Kate Spade 和 Anthony Bourdain。 然后你再次问你自己，为什么我妻子、我女儿和我昨天吃早餐的时候谈论这事儿？我女儿跟我解释说，爸爸，我读了这些报道，她说人们并不是真的想结束他们的生命，他们是想结束自己的痛苦。我觉得底线是这样的，人们就是想要真正的幸福。难怪耶稣这么坚定地说，我要教导你们真理，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是我今天早晨在警告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正在进入这个新的系列，我们开始听到耶稣想要讲的关于要真正的幸福。也许在接下来的八个主日里面，我们都会谈论这个。我从一开始就告诫我们所有的人，当你我听到耶稣所要讲的，尤其是当你我持守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将是这样的，会将我们的世界颠倒过来。你我将不得不推倒重来，重新的格式化我们可能已经相信的一切，不管我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以及幸福的来源有着什么样的概念。因为耶稣的真理并不像这个世界所提供的。但是我会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们想要真正的幸福，除了耶稣这条途径之外没有别的途径。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说，我要买一件 AAA 级的替代品，就像视频中，这会使你失败，会使我失败。但是当耶稣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幸福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可选项。所以耶稣就像2000年前一样，正在邀请你我去听他要讲的关于要真正幸福的话。话说2000年前，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一大群人爬上山坡，就像屏幕上的那样，耶稣讲了可能是他最出名的讲章或者演讲，称为登山宝训。在登山宝训的开头是一段讲论，称为八福。有人听过八福吗？我确信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个。我们背下来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但从今天早晨开始，或许我们可以挑战自己，随着我们展开这个系列，一次讲一幅，我们一起来把它们背下来。 OK， 现在背景是这样的，这里有耶稣和一大群人在山坡上，犹太人已经被罗马人统治太长时间了，实际上甚至在此之前，在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中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并且他们知道有这样的预言，有一天这位弥赛亚王，这位救主会来。就在那一天，他们遭受压迫之苦，他们很多是穷人，很多人在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因为事实上他们遭到罗马征服者的压迫，所以人们在他们心里面盼望什么时候才能够被解放，从我们的悲惨现状中得自由。终于有这个人来了，耶稣。就在他带人们上山之前，他已经医治了这么多人，他成就了这么多医治的神迹。也许在这些人的心目中，不是也许，而是肯定，他们肯定在说，这肯定是他，
也许你们知道，如果这人领导我们进行武装反叛，我们就会跟随他，因为确实看上去上帝的全能在他背后。所以这里有他的门徒和那一大群人。现在耶稣开口了，人们听到的头几个词儿，要记住，在他们热切的渴盼当中，也许他们渴望听到热情似火的演讲，会紧紧抓住他们的心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。耶稣说了什么？马太福音5:3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再读一次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请想象你自己因着这样的心态，然后耶稣说，你们知道，当你听到有福了这个词，你就已经喜欢听到你所听到的。但接下来他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听到贫穷这个词，你说我穷啊，我没感到蒙福啊。然后他说邻里，然后你问问你旁边的人，你说什么邻里？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人他说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哦，是的，你认为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跑这么远到这来就为了听这个。也许你今天早上来听到可以真正的幸福就感到兴奋，然后你听到这句话，然后你心里说，我冒着雨跑到这来就是为了听这个。但是各位，让我们来听听耶稣真的在讲什么。所以让我来分解这句话，我们来问自己，蒙福，你们喜欢蒙福这个词吗？你们知道我们都喜欢这词，所以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蒙福的原文是 Macarius， 这里有人叫 Macarius 吗？有吗？他们根据日历来给你起名吗？ OK， Macarius 基本含义是幸福，但不止于此，它含义是一种神圣的喜乐，一种完美的幸福，意思是一种内生的满足，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。你们想要这种福乐吗？一种在你内心深处的幸福，与你生命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无关，那就是真正的幸福。然后这里说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，你知道上帝已经满有恩典的认可并且青睐你，你已经被接受，你已经被饶恕，你已经被救赎，那就是真正的幸福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一种，我把标题标显示出来给你们看，真正的幸福要完全依靠上帝。实际上那就是耶稣所要表达的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们想要真正的幸福吗？要确保你我完全依靠上帝。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好，让我们回头去看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我们已经讲了有福了这个词，现在我们来讲邻里贫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原文中是Talkers， 其含义是畏畏缩缩，像乞丐一样胆小。你们知道，你我在街上见过乞丐，他们甚至不敢看旁边走过的人，他们的手就这样伸着，希望这他们只能从外人那里得到帮助，因为从他们里面已经得不到帮助了。但是不要误解，我们不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意味着哦，我真可怜。你们知道，那就为什么有些人不接受基督教？他们觉得真是受苦啊，哦，真可怜。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意思，但是其含义是这样的。其含义是我们意识到离开上帝，我们就处于绝对的属灵贫困之中，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公义可以称为是我们自己的。但这也与我们在财务上的处境无关，邻里贫穷跟你在银行里的钱多钱少没有关系。一个人可以在金钱上贫穷，但他同时也可能在属灵上骄傲，这跟他自己有关。也许他对上帝感到生气。一个人可以富有，但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但他可能邻里贫穷。
意思是说，他知道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，一切都来自于上帝，他有的一切都属于上帝，上帝可以随时拿走。底线是这个，深深谦卑的态度，满有平安的等候上帝。所以这不是关于哦，我明天吃什么呀？哦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知道上帝会看顾你，所以你有这种平安，甚至是充满喜乐的，完全依靠上帝。也许现在我们开始明白，为什么耶稣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我保持谦卑和信靠的态度，活在上帝面前，耶稣说，你会经历这一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基本上，这也体现了耶稣很久以前讲过的话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5节，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能做些事情，那不是他说的。他说的是什么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现在你可能会想，这不对呀，没有上帝，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好，你我可以就此辩论，因为我总是能够问：那么你肺里面呼吸空气是谁给的？谁说你明天能够走路的？”所以说，你在接下来3个小时仍然会活着。即便如此，确实很多人做很多事情是根本不考虑上帝，但最终他们会意识到，离开上帝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。圣经也没有教导说，你我应该啥也不干，就坐等上帝来做事。因为只要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的，就圣经所言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等等。我们有当尽的本分，我们被赋予了恩赐、才干、时间和机会去工作，去做很多事情，去恢复关系。我们当尽这些本分，但是我常常怀着这样的态度，在这一切事情中，我倚靠上帝，并且唯独倚靠上帝，唯有他赐给我能力，让我能做他想要我叫我做的事。现在关于邻里贫穷这个话题，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更多一点，我们来看其反面。邻里贫穷不是什么，或者说邻里不贫穷又如何？只是几个想法。邻里贫穷的反面有自视甚高，在属灵上或者其他方面批评、论断、抱怨的态度，总是怪罪别人找替罪羊。你们知道，当什么事情不对时，总是。这是谁做的？你们知道，永远不是他的错，总是别人的错。不饶恕人，寻求报复，过于关注名声，不善于接受建议或者纠正，更加信靠自己的办法，而不是上帝的方法。最有可能的是，祷告生活软弱无力，甚至缺失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我们讲过了，有福了，对吧？我们讲了邻里贫穷，现在我们来讲哪个部分？天国是他们的。哦，这到底在讲什么呀？所以我确信人们会问，这是否意味着邻里贫穷所带来的祝福？是否只有当我在当天里？天堂里才能意识到，是否只有到那时候，我才会得知那种幸福的真意呢？但是，这可是现在时态，在今生有吗？哦，到底如何呢？OK，让我们来一起发现。这是整本圣经中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，启示录21章3到5节，这给了我们一幅终极天国的图像。在那里，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将度过永恒。圣经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，说：‘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’你们知道，在那天国里的头一项祝福，就是永远跟耶稣在一起，因着他在世界上的牺牲与他的复活。”因为我们信靠他做我们的主和救主，单单信靠他，而不是别的或者别人。头一项祝福就是上帝自己的同在，对吧？圣经说上帝自己将在他们中间，然后圣经说，
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你我将经历到第二项祝福，是上帝的平安。上帝的同在是头一项，上帝的平安是第二项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上帝自己的平安、喜乐。然后最后圣经上说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那是上帝的全能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将一切都更新，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你我，从我们过去素常的状态改变成为他的孩子，他的跟随者。所以至少有三样祝福，我确定还有更多，但单单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，我们意识到祝福就是上帝自己的同在，上帝的平安，和上帝改变与改造的力量。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将经历的这些事情，只要当我们去天堂的时候才能经历吗？还是说我们此时此地就能经历呢？你们有多少人说此时此地我们就能经历的？哈利路亚，这就对了。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平安，上帝的力量，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就能经历？因为耶稣自己说过，他说，法利赛人问，神的国也叫天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注意耶稣所说的，因为看哪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哇哦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现在听得怎么样？你们想要真正的幸福吗？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继续讲，所以这看起来像什么？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几个例子，这几个例子向我们凸显对比，邻里不贫穷如何，邻里贫穷又如何。我们会从旧约和新约，从耶稣的教导中学习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例子，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。哦，这家伙是谁？名字这么难拼写。还记得我们上个系列吗？哈该书。还记得犹太人是怎样被牵制巴比伦的吗？正是这家伙应当为此负责任，这个坏家伙，坏王。现在当犹太人被迁徙，其中一位显要的犹太人是但以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然后一天晚上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非常烦人的梦，所以他们就把但以理叫来解梦。但以理说，哦，王啊，此梦关乎你啊，是来自上帝的警告。你们可以读但以理书四章中所有的细节。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讲起。过了十二个月，现在请想象，尼布甲尼撒本可以救自己脱离很多的患难，如果他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话，但是他没有。所以十二个月后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，王心里思想并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哇哦，这个人，你们知道这有个说法吗？是 Stepney Proud 呢，牛哄哄的骄傲，用他家路语来说，真是非常骄傲了。但是要记住，上帝警告过尼布甲尼撒，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就这样，你我就是这样依靠上帝。圣经说他立王废王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七七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不是你，尼布甲尼撒，跟你无关，
只有一位上帝，你不是他。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这足够真实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，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滴湿，头发长长好像鹰毛，指甲长长如同鸟爪。你们有些人可能说活该，但上帝是没有恩赐的，是救赎人的。如果你我完全看清自己的真相，那么我们里面就有某些尼布甲尼撒。阿们。为什么那么少人说阿们呢？但看看上帝做了什么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，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。那行动骄傲的，他能降为卑。尼布甲尼撒经历了上帝的临在，他经历上帝改造人的大能。从他生命中经历的这故事里面，你我可以看到邻里不贫穷和邻里贫穷之间的区别。我就是想重生，邻里贫穷跟你银行里钱多钱少没有关系，不是财务上的穷富。实际上有很多人很成功，比如在生意上成功，或者在他们所选择的行业中成功，但他们爱主，他们确实邻里贫穷谦卑，因为他们把事业和生意看得很淡。他们知道这些来自于上帝，所以他可以随时将这些拿走。他们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使用他们的才干，比方说长老们，他们以身作则使我如此蒙福。CCF 的长老们，他们很多人直到现在或许刚刚退休，在商界在企业界中做得很成功，但他们邻里贫穷，他们谦卑地侍奉上帝，不期望任何回报，他们只是想祝福上帝的名，他们想祝福上帝的子民。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一位商人，他曾经拥有现在也有，尽管我想他也把生意交托给了别人，有很多很多年他运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。现在这个人爱主，他有一家多年来经营的非常成功的企业，至今仍然由别人在运营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他是多么看淡这家企业。他说，你知道这全是上帝，我们在讲一家几十亿美元的企业遍布美国，年营业额超过40亿美元，但他会捐出他们超过一半的税前收益，一半的税前收益给基督徒的事工。有一次是80年代的某个时间，他们的生意急转直下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经过一段时间经历很多痛苦的过程后，生意终于重回正轨。当然这些生意人、商业记者，这些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的生意怎么开始下滑，差点死掉，又如何起死回生？当然，他们想要技术上的解释。你们知道，你是否动用超杠杆啊？你最终怎么？所以他给出了这些技术上的解释。但是他说，你们知道底线是这样的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业务下滑了？他说，我骄傲了，我有骄傲的问题。请记住，这个人已经是耶稣的跟随者。他说，我有骄傲的问题，上帝必须处置我，那是真正的底线。 OK， 那么生意是怎么回归正轨的啊？你知道我会做什么？他说，每天我就趴到我的桌子下面，我祷告，上帝请帮助我，这是你的企业，所以人们可以成功，同时邻里贫穷谦卑。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
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有另一个例子，另一个故事。这故事是耶稣讲的，《路加福音》18:9-10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。还记得我们那幅邻里贫穷的对比图吗？自视为高人一等，所以他讲了这个比喻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提到法利赛人，你们知道，即使你没有认真读圣经，我也相当确信你明白法利赛人等同于自义。OK， 我们可以不是说100%是这样，但是耶稣有很多话是批评法利赛人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假冒伪善、自义。而另一个人税吏，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？税吏是犹太人，一个向罗马人出卖自己的犹太同胞，让自己成为罗马帝国的收税代理人，然后不管应该征收什么税，他都会为自己积累他想要的利润，是个贪婪的人。犹太人将这样的人视为叛徒，背叛他们的文化和社会。但故事接下来预言如此说：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你们知道，有些骄傲的人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不是真的在向上帝祷告，他们以为是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自言自语。他们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？他们自己向他们自己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你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，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各位，这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。我们自己没有义，我们绝不能为自己赚得上帝的恩宠，赚得那条进入上帝国度的门路。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赦罪和救赎，我们完全不能靠着自己达成这一点。解决之道在我们自身以外，那解决之道就是耶稣。这就是邻里贫穷的全部真意。我曾经就像那法利赛人一样，我对我的教育和宗教背景感到如此的自豪，我看自己在属灵上比别人要高超。直到那一天，上帝让我直面我自己，然后我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。也许我还不知道邻里贫穷这个词，但是我明白了这经意，圣灵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这样一个事实：我完全不配进入上帝的同在之中。然后他教导我，他今天仍然在教导我，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。这里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人，这税吏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算为义的意思就是宣布无罪。邻里贫穷，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。另一个故事向我们显明邻里贫穷和邻里不贫穷之间的对比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又来了，这肯定是邻里不贫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是要记住，在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些尼布甲尼撒的成分。我们也有些什么成分？法利赛人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现在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，所以这里有耶稣坐在这法利赛人家里准备吃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像你我知道，这个不是因为耶稣的教导啊，这多多少只是当时的社会现状。
这女人不是那社会中的一等公民。尤其是当你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，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，也就是说，甚至是个妓女。当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，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这是非常昂贵的，非常特殊的。他们说，这是纯拿达香膏，意思是说，它没有任何添加剂，也没有任何混合任何东西。换句话说，这香膏是，我们学的新词怎么说来着？真的非常好。OK。于是他做了什么？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现在我们要跳过这里几个经文，直击问题的核心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，心里说：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你知道，当你我骄傲时，我们会批评论断别人，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见到的吗？邻里贫穷的反面，批评论断，这人甚至批评耶稣。他心里说：如果这人是个先知，如果他是真先知，不是吗？他就会知道，他会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女人。不管怎样，跳过几节经文。于是转过来，向着那女人，便对那法利赛人西门说：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。换句话说，西门，你是个法利赛人，你邀请我来坐席，但是你甚至没有用我们文化中的基本礼节来尊荣我。然后他继续说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她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意思是说，这女人已经明白，在我里面，在耶稣里面，有完全的赦免，因为他明白这个，因为他明白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。这表现在他的生命当中，表现在他对我展现铺陈的爱与感激里面。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女人经历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平安，与上帝改造生命的大能。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成为一名酒吧艺人，成为了一个妓女，去到国外做同样的事情，过着非常不道德的生活。他参加了选美比赛，并获得了名次，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但这女人不是一个女人，这女人是个男人，一个年轻男人，梦想成为一位成功的年轻女人。这年轻的男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不是由父母带大的，但是回首过去，他意识到他受过作为基督徒的祖母的影响，但是当然这种影响似乎渐渐的式微。当他在生活中继续他的方式追求幸福，他就遭遇了所有这些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，所以有一天当他感到如此的空虚失落，这个年轻人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，在互联网上搜索，他发现了 CCF 主日信息的视频。先不是说 CCF 有功劳，只是碰巧上帝在他的生命中使用了这信息。于是他就观看了这主日信息的视频，主使他知罪，他哭了，
他明白了什么是邻里贫穷，他悔改了自己所作所为。长话短说，因为我相信，很快有一天你们会听到他亲自讲这个故事。他悔改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回到了菲律宾。这个年轻人现在就在 CCF 教会之中，他在一个小组里，他为耶稣火热，他正在跟他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们想要真正的幸福吗？要完全的信靠上帝。同时，让我们听某人自己来讲另一个故事。这是我们服侍上帝的一位年轻仆人，不是来自马尼拉，而是来自 CCF 碧瑶。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 CCF 弟兄 Marvin Basqua。马文，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。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离开我们去了国外。第二年，我母亲就去世了。不久以后，我就成了碧瑶市街头几个帮派的成员。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跟我的帮派同伙一起，在俱乐部里、在酒吧里度过，参与毒品交易和暴力。我每天多次大量吸毒。我的行为甚至连我的一些帮派同伙也无法接受。我想要被重视、被关心、被接受、被需要。在2004年11月，一个敌对团伙袭击了我们帮派，但悲剧发生了，他们有位成员被杀死了。我们去躲藏起来，但是我最终被警察抓了起来。在监狱里面，我经历了身体上的受苦，但我最大的痛苦是，当所有人都抛弃我的时候，我的家人、我的女朋友、我的帮派同伙。然后，当我出庭时，法官告诉我：“马文，你这么年轻，如果你被证明在这项指控上有罪，我会判你终身监禁或者死刑。”听到法官说这些话，我大受打击，感到崩溃，到了我再也无法忍受我的处境的地步。一天晚上，在熄灯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向主哭求。但是我用毯子、用枕头盖住我的头，这样我的监友就听不到我哭。我祷告求问上帝：“主啊，为什么我在经历这些事情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为什么我正在处理这样的处境里面？如果你真的大有能力，请将我从这种监禁当中释放出来。”第二天早晨，一位监友递给我一本基督教的小册子。我读到圣经上的话语，这些话语直接向着我的心说话，来自马太福音6章26节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我意识到，有一位重视我的，并且他通过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，体现了这一点。我马上打开了我的心，并接受了基督和他对我的爱。我意识到，我一直寻找的真爱只能在基督里找到。我经历了我一直盼望的真正的喜乐与平安。我不断地告诉我的监友，我对入狱满怀感激。他们告诉我：“你疯了。”主改变了我，并教我怎样去爱，因为我经历了他无条件的爱。我也学习如何饶恕，因为我已经被饶恕了。我首先向我父亲展现了基督的爱，我告诉他说我原谅他，虽然他有很多缺点，我仍然爱他。然后我联系了我的帮派同伙，甚至是敌对的帮派。我能够跟他们分享真正的满足和真爱，只能在基督里找到。我也开始阅读圣经，而以前我只是把其中的纸张扯下来卷烟抽。虽然我的罪所产生的永恒后果已经得到赦免，我仍然需要面对我的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临时后果。我再次出庭听宣判，我内心里面有平安，不管判决结果如何，对我都是最好的。
我被证明有罪，但不是我被指控的罪。被降级为凶杀，我被判处8到17年的监禁。我被送到 New Bilibid 监狱，采取中等戒备，后来我又被送往最高戒备区，因为他们发现我还身背其他的案子。在 New Bilibid 监狱服刑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经历。伙食很糟糕，那地方很可怕，挤得像沙丁鱼一样，那地方很热，味道很重。虽然那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经历，但也是我跟主在一起最甜蜜的时刻。只有到了那时，我才呼求他来帮助我。我倚靠他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我随时的帮助。在监狱中服刑10年之后，我被假释了，我被给予机会作为一个自由人，在监狱以外服完我剩下的刑期。我没想到我能从监狱中被释放。我怎样得到假释的细节对我仍然是个谜。被释放后，我深读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课程，但是招生办告诉我，申请在2天前就关闭了。我告诉他们，2天前我无法申请，因为我刚刚从监狱里面得到释放。听到这个，工作人员马上给我看所有的要求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被接收了，最终毕业了。学校鼓励我们要有一个目标事工的领域。我打算服侍 CCF 军事学院的学员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年轻，有潜力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我在学校的时候还遇到 CCF 校园事工的一位领袖，他允许我看到他们在校园中所做的，我感到这种负担。这些年轻人如果得不到引导，他们可能最终会像我一样进监狱，甚至更糟糕。在被释放后，我再次联系我的一些帮派同伙，他们有些人已经在参加 CCF 的聚会，并加入了门徒小组。我现在是一名高阶的校园宣教士，在必要时服侍，就是我曾经在其中制造混乱的城市。但现在上帝已经呼召我去到各大校园分享基督的爱，并门训年轻人。我是 Marvin Basqua， 无条件的被基督爱着，一个真正蒙福的人，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可以信靠，一切荣耀归给我的上帝。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应用，看看你我可以怎样每天去践行邻里贫穷。你们看，邻里贫穷不仅仅是一种对问题的反应。你们看，这是以色列很久以前就有的问题。当出现问题时，哦，上帝啊，请帮助我们，然后上帝就会帮助他们。当一切恢复正常时，上帝啊，那谁呀？那就不是邻里贫穷，不是谦卑虚心。邻里贫穷是一种持续谦卑的依靠上帝的态度。你我可以操练邻里贫穷一件事，是在供应这方面，也就是说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多是少都无所谓，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来自于上帝。几天前，我刚刚跟一位校园宣教士谈话，我恰好坐在他旁边。我说：“你曾经负责筹集赞助，对吧？”他说：“是呀。”我说：“你能否给我讲个故事，讲讲上帝如何供应你的？”然后他开始哭泣，显然他有精彩的故事。他讲到他没有父母养他，他是由他的外婆和舅舅带大的。去年12月份，他外婆生病去世了，那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这甚至是一个更大的打击，因为没有别人来付医院的账单。于是他说：“我能做什么呢？”但奇妙的是，当人们听到他的处境，有很多人捐款，所有的账单都付清了。在1月份，他舅舅就是带他的那位心脏病发作，他存活了下，但再一次他们又增添了几十万比索的账单。但主甚至在这事发生之前就已经预备了赞助人，因为他用付不到十分之一的账单。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我们需要邻里谦卑地来承认这一点。
力量、体力、心理的力量，不管是什么力量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你们可能听过我提到，我可能有这种罕见的心脏问题，有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失去意识并死去。确实有时候我的心律不齐，所以我不喝冷饮，我不能喝咖啡因，但是这也教导我要邻里谦卑，也使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有了特殊的含义。耶稣你这么好，耶稣你这么好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因为我就在这里，在你面前。耶稣你这么好，耶稣你是这么的好，我想用我的每一次心跳来谢谢你。各位，请你们摸摸你们脖子的这个地方，你们感觉你们心跳了吗？我希望如此。我就想提醒我们所有人，上帝已经命定了有多少次心跳，从现在起直到最后一次心跳，你我完全依靠上帝。邻里谦卑的另一个方面是智慧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你需要上帝的智慧吗？你是否面临分岔路口？是否需要决策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如何做？上帝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会赐给你智慧。有时候人们说，我想要遵从大使命，我想要开始门训至少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做。好，我的答案是第一，也不一定是这个顺序。我们有 GLC， 请装备你自己，没有什么借口可找，对吧？已经上线了。但最终我们要邻里谦卑，依靠上帝，依靠他的智慧，他的赋能。这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位事工同伴，他在南亚的某个地方，这个人没有上完学，但他就是想顺服并培养门徒。今天他的有些门徒是博士生，其中一位还是双科博士生，谁在门训他们呢？这个甚至没有上完学的人，因为上帝赐智慧。盼望呢？你们需要盼望吗？邻里谦卑倚靠上帝，他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的心呢？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伤心，就是当我听到某些人际关系紧张或者破裂，比如婚姻关系，我为很多人祷告，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麻烦。但是我记得上帝是给人指望的上帝。我也想起了一个例子，这个男人是一个好的供应者，就是一位冷漠的丈夫与父亲，所以这位妻子因着什么原因也受到了冷落，他就欺骗他，所以这男人很生气，他们之间爆发了很多的冲突，常常在家里争吵，所以这妻子跟孩子一起离开了他。于是这丈夫更生气了，他感到压抑，他自己也有了外遇，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有人邀请丈夫来 CCF， 长话短说，邀请这丈夫来 CCF， 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耶稣。这丈夫邀请妻子来 CCF，这妻子把她生命献给了耶稣，现在他们和解了，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。他们在服侍和门训其他的夫妻，为什么会这样赞美上帝？因为在上帝里面我们有盼望。最后深渊诗篇37篇5到6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必引靠他，他必成全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是否受到不实的指控？你是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？你是否因信仰而受到逼迫？正如我之前所讲的，也许你需要做某些事情，不是去发生冲突。只要我们的态度总是上帝必为我伸冤，这提醒你们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你们知道
CCF 增长最快的海外分会可能是在中东，在中东的某个特定地区，我不会提具体的地点。我们的领袖接到电话说，政府从现在开始立即禁止你们聚会，你们不能再去酒店或者你们聚会的任何场所。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在那样的社会当中，你没有多少可以做的。现在是他们常常进行小组聚会，但是当然有时候你们知道，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，主日聚到一起，在他们那里是周五，因为他们就祷告，祷告。我想我们很多人也为此祷告。猜猜发生什么？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他们接到酒店打的电话，先生，能否请你们回来？我们想念你们，你们可以回来啦。赞美上帝，他们现在回到他们原来地方聚会，因为上帝会为我们伸冤，他是为你我征战的那一位。所以，回到我们的经文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的信息是你想要真正的幸福吗？那就要完全依靠上帝。所以，让我们慎终如始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这里的真理是什么？是一套教导吗？还是有更广的含义？耶稣讲的话很奇妙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真理不仅仅是一套教导，其实就是耶稣本人。大家为什么真理可以被亲身、亲密的认知？因为他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：你们必晓得真理，你们必认识我。”真理就是我，必叫你们自由。耶稣说：“如果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”阿门。他说：“认识我是什么意思呢？认识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吗？我们请低头。”也许你在过去某个时间，实际上确认已经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，但也许因着某种原因，你偏行己路，去寻求幸福、快乐、满足和被认可。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。耶稣知道你内心的需要，但他不会允许你在别的地方找到，因为你找不到的，你只能在他里面找到。所以，如果你在这种处境当中，你离开了耶稣偏行，那就向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想回到你那里，我想要真正的幸福，我想要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，更近的、更亲密的跟随你。”但是，如果你今天上午在这里，你从来没有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。你从来不知道，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同在、平安和大能。那么你今天就有非常特别的约定，我的朋友，不论你是谁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敦促你在这静默之中，在你所在之处，打开你的心，跟耶稣说：“主，我生命中需要你，我想要经历蒙福。”我知道蒙福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认识你，耶稣。所以我迎接你进入我的心。我信你是我的主和救主。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主耶稣，请显给我看，请从里到外的改变我，请教导我什么是邻里谦卑，帮助我认识你。父，我们为着今天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就想要荣耀你。哪怕仅仅是为了在风雨中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平息我们生命中风暴的那一位，你是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的那一位，你是赐救恩给完全不配之人的那一位，你是再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，是我们自己无法达成的。
因此，因着这种种的恩典，我们将感谢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。奉耶稣之名，神所有的子民都说阿门，阿门。